接下来看题目，这种题目叫做知道活性大小判断实验结果。我告诉你活性是钠大于锌大于铜，请问你谁会作用？我活性比较大，我比较喜欢跟氧在一起，我就可以把活性比较小的氧后的氧抢过来，然后呢把别人取代别人，把别人置换出来，然后自己发生氧化，让别人还原。所以活性大的金属可以把活性小的金属置换出来取代它。所以举例，钠可以加氧化铜，可以变成铜加氧化钠。活性大取代活性小，所以钠的活性比锌大，所以钠加氧化锌可以变成锌加氧化钠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选猪，答案选猪。这叫做知道活性大小判断实验结果。所以现在告诉你，活性是镁大于铝大于铁大于铜，请问你谁会发生反应？谁会发生反应呢？可爱大帅哥，可爱大帅哥是谁啊？大帅哥叫做二班，哪几啊？二十班，五 C 因为铝的活性大于铁，所以铝可以把铁置换出来，铝可以取代氧化铁中的铁，所以 C 有反应。然后呢，铜的活性小于镁，所以铜没有办法取代氧化镁中的镁。B 呢，两个都是氧化物，都已经有氧了，就不要打架了，自己跟自己在一起就好了。那么猪呢，也是因为铁的活性小于镁，所以铁没有办法取代氧化镁中的镁，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好，请问你谁不可能？这个他没有告诉你谁的活性大，谁的活性小，是靠你当初自己背过的。我给各位一串那个次序表，因为你背过，所以你就晓得谁的活性大，谁的活性小，你就知道谁可以取代谁。OK， 来，帅哥美女，现在要换大美女，大美女叫做14号，一个28，一个14，正好一半。C， 你工长，你有讲话吗 ？C 吗？你做，你选的叫做 C。我们背了什么钾、钙、钠、镁、铝、碳、锌、铁、锡、铅、氢、铜、汞、银、铂、金。我们知道碳的活性小于钾，所以呢，碳没有办法取代氧化钾中的钾，没有办法把它置换出来。其他的，镁的活性大于铁，所以可以作用；铝的活性大于铜，所以可以作用；钠的活性大于铅，所以可以作用。所以不可能发生氧化反应的是选的是 C。以上就叫做知道活性大小判断实验结果。